打造英雄联盟。 要不起，不要！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免碎他。快点吧，我都能晃动起来了。装个逼，哎，装个逼，让他以为我剩炸弹，其实我们是个屁。出啊！最后一张牌了。要不起，不要！大王。 现在战灵节皮肤还能买不？礼包还有没？有没有礼包？有没有兄弟知道？嗯。盖伦来了，盖伦来一把。 我这回回玩盖伦啊，就碰着落手，哎呀，烦死了！下回一定得把他办了。好，有一会儿我买俩。有没有把全皮肤全买了的那种礼包？走了，拜拜。 征服者满城！我操，为啥他升了呀？德玛西！德玛西亚万岁！可是我呀，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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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了一口恶气呀、啊！他不会从我下面来了吧？应该不能吧？不会吧？还从我下面来了。两把短剑，没有点炎不升六之前，我决定不找他拼了。走了，慢慢耗，哎，还让他砸。你是回家了？还是干啥去了？保家卫国呀，他去帮打野去了。我们先推线啊，来了啊！德玛西亚致命点炎，
火蓝是干嘛的呀？火蓝是下路的呀。队友居然打赢了，我的天哪！这个我是着实是没想到啊。算了，回家吧。不回家，那能回家吗？这不吃个打皮？先来个攻速海，这样出虽然是有点脆吧，但也没办法，我钱不够，就这么地儿。他溜了吗？啊，他升了。这波可没点盐呢。干哈呢，老弟？你是真是不知道我的虚虚到底是有多高啊！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小螳螂，五级的螳螂胆敢放肆。他螳螂，他肯定要跳走，直接拽死。走了，卡特琳娜来了，不行咱就送她。就凭你们几个也要杀我，开玩笑。漂亮，这边落手，他有闪，啊，他没闪，气完了的，他指定是玩死了，气坏了。多长时间算塔上？啥意思啊？德玛西亚万岁！我操了，你这有点太明目张胆了啊！我都到了，你要帮我杀个人，咱就算了，这不是你吃点，那就吃点了。我人儿搁旁边呢，我直接在这站着。我是真生气了，这是。
哎，点盐为啥没套上啊？致命点盐呀，这没死，哎呀，刚才点盐套上应该是死了。我肯定得刷他野，我让他野区颗粒无收，我让他一个东西都没有。我不光刷他野，我还刷对面野。我把那野都给你刷了。把他也都刷没，野区里边从现在开始不会有一个东西出现，你要刷你就刷对面的，自己家野区指定是没了。是时候带上扫描去草丛了。吃了一层塔皮，那肯定是不行，加个速。哎，把红打了 ，nice。再把鸡打了，再把蓝 buff 打了。哈萨丁，你别怪我，你要怪你就怪这个蓝枪吧。再把 F6 打了，我抢死你，今天我不把你都给你抢没了，我把那石头人也打了。野区我承包了。这是你非得要野我的，我没有办法。绿叉了，去上路。上路的兵也不给他啊，一个也不给，不给，我们十二级。我们的攻击将塑造未来。行。操了，他用大招给我收了。别怕，我来了。
开我的45。卡萨丁挺难受啊，卡萨丁，你还点我，我都没点你呢，你点我啊？嗯。好，别，咱不去吃这卡萨丁的馅儿，好吧？咱别让这卡萨丁难受了。恶人终有恶报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别找卡萨丁开玩笑，行不行？但是野区我指定不能让你有东西，我现在就想放一首歌。我来了，兄弟！哇！哎呀，这老螳螂！你先 A 一枪来！哎，你得上子弹吗？我们回家，回家直接冲向他的三狼区域。快跑，我们跑得比他快，我们跑得比他快，赶紧来，他还搁那买装备呢，我们都已经出门了。有没有跳弹？我这给他打了，你打这个，我打这个。我张嘉文第一次受这种委屈，算了，不跟你闹了，我们去收对面的红，给你留几个，咱也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，你说是不是？这老螳螂，算了，不好杀呀，这。你干啥呢？俺俩上高地呀。你怎么，你？哎，他跑人高地断线去了。那维鲁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致命点燃！啊啊！你这不死了吗？你红好了，这红拿了倒也行。他急了，他小心眼了，你看，上人高地去了。你这要死了，你不更难了吗？对不对？你更难去断线去了。上半段野区咱就不要了。我去下路带去。这蓝枪还挺逗的，还挺逗乐的。有蛤蟆没？我帮你反个对面的野。咱俩和好，好吧？咱俩和好啊！
每一个草丛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德玛西亚，不要放松警惕。小龙可以打，得把这龙打了。无尽多少钱呢？无尽差一点点，来把无尽。我都15级了，你才11级，你这等级也不行啊。升级啊、哦、我们看样子得去上路了。还对中推，你们中我来上路推，基本上现在有人在我们面前那就是一套没，谁来谁死。我有闪有点炎，这个人是必死的。只要我看见人了，现在那个人就已经死了。一会儿的啊，一会儿的，咱现在没 Q 他不行。你在干什么？哎，呜，这你能追得上吗？但我们没闪没点炎了，就不会那么特别狠了，就会有点面子。队友推中，小维鲁斯还挺嚣张啊！兄弟，我帮你把塔拆了，有没有 R 走来？这堂堂不敢来，没事，旁边有石头人呢。来来来来，寒冰，把俩打好像费点劲呢。来来来来，我打了，我这无尽盖伦可不随便打，你给我扛一手，你让他屠你，把俩虚区够的。这火蓝可挺讨厌的，给这个石头人扛一下子啊。这波的意识还可以，那我们只能去下路了。石头人扛不住，能，火蓝没来，俺俩就把他打了。我们分着扛啊，那不能让他一直扛。哦，不行，他扛不住，他啥了装备呀？呀，双 buff， 卡特琳娜，好卡特琳娜！你们把大龙打了呀，我才能带线儿啊！
有没有三郎？你还吃冰馅儿呢？没有人我就拆了啊，有人我就跑。卡特不敢上来，他卡特敢上来，我一个劈他就死。我可拆了啊！杀卡萨丁，杀卡萨丁，杀卡萨丁！我操，卡萨丁这么猛，这我得帮你走，兄弟！我的好兄弟！这咋这么嚣张呢？他居然要杀你，兄弟！我尽力了，我已经尽力的去保着你了。他攻速这个快呀！上路能拆不？抽一下就行，他们得守基地。你干哈呢？你太嚣张，太狂妄了啊！跟我旋转，花里胡摁错了，哎呀，扣错人了。跟我打啊！哎，走呗，走呗！你们可打不过我哟！家没了啊！再不回去守家，家可能要没了。拍拍完我就跑，拜拜。我都十八级了，这吃野是快呀，升级升的，发现没？这吃野吃线升级是快，尤其是自己家野，对面野还有自己家兵线全吃的情况下，来吧，斗地主。